记者苏福南高雄报道，高市山林区第四公墓归真园区完工，配合富鼎金回教公墓迁葬安置，将成为高市首座回教专区墓园。未来迁葬安置完成后，整体园区充满绿意，庄严与宁静氛围。山林区第四公墓济纳古塔新设工程去年十月开工，高市公务局新公处配合富鼎金回教墓种迁葬其成，工程克服工序困难，采回真园区与新塔区并行施作方式。其中面积约1840平方公尺的归真园区，除回教墓种区外，主要是由广场、植栽和步道等景观元素组构而成。整体工程包含新设地上三楼纳古塔、撒葬区、树葬区与日晷祭祀广场等，总经费6000多万元，预定今年11月取得使用执照，供旧塔位进驻使用，再拆除既有旧塔，归真园区则已先行完工。新工处表示，新纳古塔等设施以聚绿建筑设计匠一级互动式地景巧思，达成墓园公园化的目标，将可解决员工墓既有纳古塔四凤塔位不敷使用及墓区凌乱景观现况，让原令人敬而远之的墓区成为一处兼具休憩功能的区域景观资源。新公处说，鉴于台湾宗教日趋多元，为落实信仰自由及族群平等，尊重生命终点与价值，工程整体完工后将兼顾回教与客家、闽南及原住民族群的个性重需求，将规划新纳古塔、撒葬、树葬和土葬等专区。